睡嘛，今天我们好好的吃个鸡啊，来，倒上老妈家的满口香椒盐，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，对吧，今天我们继续羊头啊，倒上老板家的满口香椒盐，来倒上烫烫的菜籽油，
还是简单的吃两口，到时候老妈家的门口上就烟，到时候烫烫的菜籽油，再来点蒜。